本次节目的录制呢，其实是一次剧组的团建嘛。嗯，对。比较期待哪些小伙伴会过来？最为期待的还是敖瑞鹏导的，因为在拍《少年歌行》的时候，我逗了一整部戏。会期待一下哪些小伙伴呢？刘旭逸吧。就是如果这次小伙伴们来的话，就是会带来哪些心愿呢？我估摸着应该是我们生活中平时最不注意的点，但是你让我具体猜，我还真猜不出来。非常。梁朝伟，梁朝伟，哎，我是不是很接近了吗？是表演一段秀肌肉动作，健美宣传。哎，这不是随便来吗？这不就。那他这个其实最简单的，我太简单了，我这用用屁股写出来一个名字，来吧，我们石剪刀布来，谁先第一个问？石头剪刀说的最后一个问，石剪刀布，你先问。我这是个是人啊？不，我这是个是个人吗？不是，他可以是。我跟你讲，就你这一句话已经让我锁定了目标了。真的吗？幸运，下一题我就说来的是什么？好吗？好。下一题能猜出来，我们俩一块儿直接做惩罚。我直接做惩罚。行，好。我这是个人吗？不是。我这是个人吗？等我看看什么。你这不是人，他是个神。你问。第一个人开始说，少年歌行有什么？每个人轮流说有关的事物。少年歌行有什么？等一下，重来啊！我刚才节奏乱，节奏乱了。这都能节奏？节奏。三二一，走！少年歌行有什么？司空天落，少年暗河，司空藏风。你是不是以为他错了？我以为他错了。走。雷家宝里有什么？你自己要说名字啊？我问的吗？你自己要说一个名字。我继续、啊。这个输了有惩罚吗？你屁股写字。今天晚上过不去这坎儿了。你直接打进去，看能打进去。你这扣进去，你这看能不打进去。不行不行。那我们快点，我们挣个三十个币，然后差不多了。三十个？来床，吃了这么多吗？走。是打羽毛球的。乒乓球我都有乒乓球台，来，每个都得过一下我这边。我这个好难，这个。来。山边儿，哎，竖着拍，不是，我觉得你能拍下来一个就算你赢。哎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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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扣扣，开始，拿去，自己啪，啪，我啪，啪。演的词儿怎么回事？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门前看雪落，门后看金谷。我有一处山庄，一定要学过。喜欢的话，拿去。有道是单不言谢，路见不平拔刀相助，那些都是应该的，不用太客气。可以啊，好，杀青了吗？十个，能出币。好，来，这就是十个了。十个了。十个。导演辛苦，导演。去问了一下，我们是有香油碟的，你们还要吗？要做任务是吧？反正我不吃，谁吃谁做。要不要帮我们敖老师一起？不帮，不是很。其实我对于火锅没有那么大的原则。我也可以不吃香油，我能吃就行。哎，我觉得挺好吃的。我吃原汤。哎，我吃原汤。你先说吧，这个你先说这个任务难不难？先说你们做不做？
那你去不吃了、哎、不吃了。敖瑞鹏能不能吃人汤？我可以吃人汤。行，我只能告诉你非常简单。他说非常简单。坐吧坐吧，不是你要吃就给你做，帮我拿个李子呢。李子这也是啊，那个小的。你们只要三个人用三只脚站在这张 A4 纸上，这个油点我就给了。来吧试试吧。那多简单啊，你脚在最中间，我们踩着你的脚，你脚在最中间，我们踩着你的脚，就这样不就行了。我们接下来掰大腿。掰大腿都胯骨轴掰骨折了。胯骨轴来吧来吧，正好下煮菜呢。这怎么办这怎么办？你要就是你夹着我啊，然后我往外分，你不让我那个，然后我直到我放弃为止、啊、然后等会儿就该我夹着你，你来试试啊。来吧夹我啊。嗯、啊、怎么什么东西响了一下？是你膝盖又响了吗？很正常。给我坐好，回去。走在乡间的小路上。你在为我引路吗？你好。天真不错。哎，到了，认不出我，吓着他们。这个是门铃吗？哎，不是，灯。文艺，雨桐。我保证，我保证绝对不作弊，我保证肯定不作弊，肯定不作弊。好，加上了啊。好送送往前，二位兄弟往前来点，哎，好，往下点，下点，哎，可以，好，进去了，进去了，好好好，二位你脸呢？我怎么这儿呢？嘴巴张大，张大点，上面一点，哎，好嘞，两个继续继续，整点那种就是说零食啥的，那干不扯叶了咋吃啊？来来来，往前往上一点，上一点，哎，好嘞。没有，没加上，我加到了，你加到了，你加到了，来，好，往前伸吧。你等会儿慢点，别站掉了，慢点。先，你脸在哪？哎，往上，哎上，哎上上，对，对，上吧。下下，哎，我的口水已经被吸干了。十秒钟，来来来，上上上上上，哎，好，进了，好，进了，进。又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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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脸上了。再加上又，再来一个，再来一个，再来一个。这个是同胞，应该这就是茼蒿，这下面是他的。嗯，看这些都红，玻璃就是红，我就是这样吗？对啊。我想试一口，我就知道它是什么了。胡萝卜。这还尝一口，闻那味儿不就胡萝卜吗？